Tufa Karademir from Turkey. 土耳其选手卡拉德米尔，这名选手在多伦多技术分已经很低了，31.27，节目内容分39.68，摔了三次，追加扣掉了三分。自由滑成绩67.95，两项总分112.09。